经典的艺术家，经典的作品，经典的电视呈现，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欢迎您收看由我们七彩戏剧频道为您呈现的经典回眸栏目，我是张芳。1980年，应港澳粤剧观众的要求，上海粤剧院在时隔20年后再次前往香港进行短期公演。上海粤剧院一行61人在香港连演了21天，共演出24场。剧目包括有《孔雀东南飞》《西园记》《盘夫索夫》及折子戏《楼台会》《宋凤冠》《书房会》等等。精彩的演出不仅受到了香港本地观众的喜爱，更是吸引了一批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地的华侨前来欣赏。在赴港之行圆满成功之后，上海粤剧院的演员们将此次的精彩节目再度搬上家乡的舞台，为家乡人民做了一次完美的汇报演出。香港观众对粤剧电影《碧玉簪》非常欢迎，这次到香港演出《宋凤冠》一折，由徐艺兰演唱王玉林，金彩峰演唱李秀英，徐天红演唱李廷甫，陆梅英演唱李夫人，香港观众反应十分热烈。现在请听他们演唱《宋凤冠》选段。秀英儿啦，你莫惊现着莫惊着，人错心意转，你看他龙门高挑，独亏是平地青来无心关，你就该与他夫妻重断缘。到娘亲跟前，你去问问看，哦，那日庭前把婚配，气得你弟弟肝肠断，此情此景在眼前，弟弟你还会替他来送凤冠。他受过牛铃千般苦，难怪女儿把我怨，迎新呀要送红冠，你死去早机遇不见，哎，我不管。
去。就是王王传，到如今你衰落十出冤命，眼前他金榜题名中状元，你千帆受苦金富贵，女儿啊，你快进凤冠呀悲催劝女儿离家进凤冠，娘啊，死而不孝，为母啊命啊，娘啊娘，难道你嫌犯之子方圆，可记得我满月之际为娘家，他逼我是在教儿去才教尊，可记得母亲你那日到王家，他尽管有母我不教，把母还，可记得把在你娘前将儿当羞辱女儿无地转，我受过牛铃多少气啊，娘啊啊娘啊娘，难道你一点不记怨，并非女儿心肠硬，此事不要你娘多管，她是孤的丈夫儿不愿，管她长远不长远，也枉然。
周宝奎在松凤关中扮演的陆氏微妙微笑，他的唱宽亮清晰真切感人，给观众印象很深。下面请周宝奎演唱手心手背都是肉。小的娘个心宽啊悲宝贝妞，阿玲是我的小心妞，小糊涂娘侬是我的小贝妞，小心小贝都是妞，老太婆啥不得那两块妞，小糊娃侬心宽宽，气糊娃糊。严的媳妇来听音不不阿玲从前得亏侬难为一经早被这次来生出侬可以回到西呀回到东家苦的回的是红啊呼呼媳妇侬三番百里一时长远百足要去湖上住各种谁叫严氏宝啊那严良媳妇就有好结果听众婆婆媳妇乖高明夫人与侬住啊，媳妇侬是一两房真的一个，夫一度来两一度，千处万处是二零处，我步步带侬中百处。媳妇今朝夫妻哦，我一家团圆是老虎啊虎。媳妇侬啥非跟夫妻虎啊？我个问人家要结果，祖灵有谁要担任？还得我婆婆要人难做。二零四请示作为要见年路。王家后代要断香火，岂不是要一场欢喜一场空？我养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媳妇啊，侬骂个人情结不不，谁下凤冠不金啊？这次在香港。陆锦花演出了拿手好戏《盘夫索夫》和《珍珠塔》中钱建孤一折，深受欢迎。他的表演潇洒自然，风雅脱俗，唱腔婉约柔和，清纯味厚。陆派唱腔引人入胜。现在请陆锦花演唱钱建孤选段《我只道骨肉总有骨肉情》。马路上
生王朔迷，三困关上的娘亲。我母亲一天只去二家半，四天只能去一生，方清却只算一算，我母亲四十八天苦为命，倘让我数数空空回家去，岂不要问问我是老娘亲？夜莺起舞太神心，姑娘咋又不到此，离别准备要娘几分。石头青借靠本，明年大比要龙啊门，杀在平生林永子，不忘姑娘栽培。彩风在《盘夫索夫》中扮演的年兰珍，香港观众有口皆碑，一致称赞她是活兰珍。她那委婉流畅、刚柔并济的唱腔，韵味浓郁，特点鲜明，悦耳动听。现在请听金彩风、陆锦花在《盘夫》中一段对唱：“官人好比天上月。”啊。
知他妇女两条心，我到黄店吃把草，才知沙土配黄金，兰真对我是真心意，我岂能为他一片心。下面再请金彩峰演唱《索夫》选段。刚才发轿把官人迎，哎，冤家，刚才发轿恰似偷影心多影，眼看着你身受扶摇临县地，你还是忙着无知不出神，岂为你急切盼你归？我是早上盼望到黄昏，好比是连针疼下了先前张挂肚，前张挂肚是真心。
20年前，徐艺鸾、王文娟到香港演出《红楼梦》，赢得盛誉。这次他们演出喜剧《西园记》得到好评，很受欢迎。徐艺鸾扮演张继华，表演俊逸潇洒，神采夺人，唱腔高亢洒脱，奔腾流畅，声情并茂。徐派唱腔独树一帜，脍炙人口。以表演精湛著称的王文娟，对人物创造绘声绘色，很有性格光彩。她在戏中扮演王玉珍，形神皆备，演唱独具一格，观众称她风采不减当年。小娘子，你看这美姿一手，我不免采取几枝，放你带去送与你家小姐，以报昔日之恩呀！好好好，那我再硬着头皮再帮你送一次啊！好，事事多谢小娘子，你来看我。再请听徐玉兰和王文娟在《西园记》中的对唱，一言难尽低声叹，上上上上，不知所措，
当初摘花香心中美珍妇是为宝情妇初把此生到那生一味一老人我心也烦可怜他多情半辈无情恼若知千意从不谈红在戏中扮演的赵李豪放不羁诙谐风趣唱腔激越高亢顿挫分明很受观众欢迎下面听他演唱《西园记》第二场选段《隐居西山揽宋迎》来也温馨
张好名士，经不过我小女有病强拆毁，我悔恨于心，岂奈谁按照剧情发展的程序，下面再由王文娟演唱《西园记》第四场的选段，自从与张君见一面。Thank you.
下面是西园记中第五场的对唱，我只盼红梅寄语斜永好，由徐玉兰和孟丽英演唱。吾悔哉，佛为上下我那牛衣小姐啊，不了一牛云香小帐荒家，你那里孤闻谁草无马上我这里免得临危场痛快啊啊我心碰几久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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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叫是先生，他为我讲小姐脸色更乖巧。在全院各流派越剧演员的亲情演绎下，这场赴港返沪的汇报演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给热爱越剧的观众们留下了无数难忘的瞬间。其实在1980年之后，上海越剧团赴港演出的活动仍有持续，而每次也都能在香港掀起一股热潮。可以说，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有力地弘扬了越剧艺术，也进一步促进了两地间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好，那今天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还会播送更多珍贵的电视资料，希望大家还是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或者写信给我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让我们下期再见。